没有了、啊、你盖棉被纯聊天啊，只是去看电影而已，看电影你搞成真的这新来个朱丽姐，朱丽姐，来个灌醉，滚开！你灌醉，灌辣椒水了，灌掉了，灌掉了。哥，你敢唱歌？啊，没有，有没有？三围多少？有没有？啊，下面罩杯，罩杯了，真的没有，学长，你头有没有伸进去？没有，那学长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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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，我要从头到来，从头到来。哎，前辈，高姐，你们叫我搞什么集团呢？高姐，犯罪啊！前辈，按照本事没出代志。对啊，你是靠背哦，那吃饱时可能放屁哦。啊，是啊。那所以哦，我提醒你个教训啦。这叫不赖哦。卡登了，我今天买单，快点啊！我有这句话，家人靠到这么伤心，我怎么会靠人哦？你是搁输偌济啊？我靠，才是惨呐！哎呦，你卖乱呐！你查下无，这公司都有往好路定的呢。因为暗号上，我要甲放走啊！一定是戆甲白白精的呢。真笑啊！爱哭就爱哭，卖插你。哎，出来哭完一个，哎，就对了，哎。真爱哭，查甫也嘛爱哭，查某也嘛爱哭。今日歌唱比赛哦，啊唱伊也嘛咧哭，唱输嘛咧哭。遐政治人物啊，立法委员啊，逐工都咧哭。唉，这个国家早晚哦，肯哭倒去，对无？好的，你别爱考了吼。哦，江大，哎，董事长，哎，哎，董事长，不要脸了，哎，等等，你出去散步。哎，董事长，给你报告一下，我今日哦新来两个菜鸟啦，哎，给你介绍一下。大家哦，要叫总统哦，来叫一下、哦、总统好。因为在总统套房有吼，哦，后摆哦，那拄着要叫总统哦，不是叫徐安国哦。嗯，反正我那边鬼怪嘞。来，
喂。生计无啥物好做个啦，啊，大哥讲啦，老诶，咱两个吼来比看杀活较久，你若生死吼，我会甲你带，啊，我若是比你若生死吼，你甲叫两声就好啊，我吼人生拢爱甲你安排。包括死吼，我嘛甲你安排好啊，知无？啊，我若死吼，你爱叫两声，啊，安怎叫你知无？只要正，安尼，大哥叫你看，啊呜！哎，啊，等你嘛听一下咧，安尼啦，看看，看看，啊呜！哦，还知无？知无？嗯。有什么？过来，陈伯，怎还未吃？我还没做好。啊，你应该点解？点解要走啊？不用你了，你讲啊，你讲是天尊，你都把三龙腾腾掉，你工作多啊，出多啊。哦，对，阿妹，叫你进去，叫你进去，我不会。系啊。好，来，你跟。后来啊，你听到未动的时候，你就直直话讲，跟我做一下，跟我做一下。我没做一下，我没做一下。你无紧张，你爱做多位。还有，他现在现在，现在你话讲做多点呢？在这里啊。过来呀！好啦，跟你来收钱啊！你好。嗯，未歹啊。来两百。好，你好。哎、欸，你早哪过来？这小文在念你呢。靠北啊！你自己在小奈找我这边来，你这个骚货。哪有？人家就是喜欢年纪比较大的嘛，看起来比较稳重啊。我咧看阿丽啦，我是少年啦。苏家亨，他是我们老板呢。你知道他有时候很热，他都会从镜子面透露卡布内。啊，不要，我咧那样在，阿廖赶快快过去啊！老信啊，你是老顾客啊，有时候可以给你点傻逼子啦。傻逼子呢？你怎么叫你太奇呀？刚才他给我送了一箱的酒。喂。我来讲好听啦。哦，好，我先讲。好，我先走。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我真的觉得他不是普通的生意人，是卖人肉的吧？那杜浩儿，你就给他卖一下。屁啦，我哪有那么随便？
你哦，人家酒店给你名片就很心动，那么喜欢酒店上班哦？我哪有？我都没有。哎，你干嘛帮人家提包？你看，你天使心。哦，你看这窝窝塔都有，是怎么？哎呦，你很奇怪耶，干嘛偷翻人家提包啊？不要那戏弄谁？会。这到底被收对了，被关一脚会过去了。我看着台湾人处理这个才生气。赔多少钱啊？你敢上你考，你没得敢考完那是考安怎？无多啊！我看着迄老母的考，我挡袂住，我上惊考着安尼。阿奶犯罪啦，互你听着啦，考你要放走呀？袂啦，我唔讲个，我上惊受害者咧考。一届，我叫人挡下刚处理车祸的代志，一个囡仔咧装甲去刷只车狗的。安徐大人来到现场，看一个好好囡仔变成安尼，哭甲人拢趴在涂骹的，甲我嘛对伊哭。今仔兄弟来，佫问我讲，迄敢恁亲情，然后哭安尼，无错。我即摆看见就叫有人咧哭，我想哭。你是咩见识哦？我已经十八年冇哭过啊。啥物叫哭？我已经唔知啊！啊，你都无话无目屎啊！啊，唔知会惊你。对，目屎来啦！诶，这食药啊，食过头，按你办到。